小柔。哎，我同学打电话来，想请教你一个问题。因为啊，你最有经验。她老公瞒着她有了外遇，她不想让她老公知道，她知道她有了外遇。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她想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，狠狠地整她老公。小柔，你在听吗？怎么选择？对，她就是想知道怎么选择。选择什么？你是说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整她老公？人人都在选择啊，一招不慎就难以挽回，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人生。小柔，她一般离婚妇女都是感到失落难受，更何况我们的小荣是如此的性情中人，尤其是早上醒来从梦境回到现实，更加寂寞孤独。还是你没有经验啊？他是不是目光迷离，看着你就好像没有看着你啊？他是不是似笑非笑，永远只有提问没有回答啊？离婚综合症给小荣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，现在已经进入第一步，开始怀疑人生，怀疑生活。那第二步呢？哇，自杀！在我们这儿永远不许小荣走到第二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针对王小荣同学展开一个全新而完善的计划。第一步，彩香，你带他出去走走，开拓视野。文爵，你的任务就是为王小荣介绍多一点的男朋友，让他创造机会。而我每天要给他洗一颗心灵鸡汤，让他对生活重新树立信心，拯救王小荣。正式开始，耶耶！怎么办？啊啊！白天睡不着觉，晚上该吃不下东西了。这都还好。只怕他一时想不开。啊！嘘！啊！那怎么办呢？遇事要冷静。文爵，你早上去健身房料理一下。我去买心灵鸡汤和 DVD。那我呢？你再帮我看着他呀。走。彩香，睡在这里干嘛？彩香啊，我要去你的店里呢。醒啦，彩香。傻子，这么高干嘛？这么大，彩香，彩香，彩香，我怎么睡在这儿啊？这是谁的被子啊？哎呀，你问我们，我们还问你呢。小荣到哪去了？小荣呢？小荣，小荣。
呀！哎呀！谁叫我？别管！为了别人，我活了一辈子，而今天我要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天。拿你们最新款的钻石项链给我看看。你快回来，小荣，只要你回来，那个打烂的花瓶就不用你赔了。小荣，我那个Gucci的包打五折卖给你好了，不是送给你好了。小荣，我还有好多问题想向你请教，我还给你准备了茶和咖啡，还有望远镜，还有床被子。那床被子是小荣临走前给我盖的。小荣，我现在才发现你这么善良。谁叫我？小荣！所以我待在房子里面整整一天，就是在想究竟买的什么礼物送给自己呢？去庆祝离婚，恢复单身。你们说钱算是什么？贵算是什么？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爱自己。不管他们爱不爱我们，我们也得爱自己。男人不宠我们，我们可以自己宠自己。对，男人不宠你，自己宠自己。我们三个无辜的女人跟着担惊受怕又受气。对，过分，太过分了。为什么不从我手上买？我这个月的销售额还是零。哎呀，蔡小姐，蔡小姐， 我只是一直在叫你呀。但是你睡得蛮香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但是现在开始，我终于明白了，男人算什么，爱情算什么，钻石才是永恒的。彩香、文爵、阿梅，你们三个人像我一样，自己给自己买一个新款的钻石项链。华尔街、道琼斯、恒生指数的 AB 股，聪明女人、钻石和投资是同样的重要。你这个过时了，小荣的那个还不错，不过最好的是我们店里的那个点点滴滴。说实话，要是有哪个男人买来送给我，我跟着他去西伯利亚流浪，我都愿意用。去，没出息的东西还惦记着男人。其实我已经对男人彻底绝望了。哦，你都这把年纪了才对男人绝望啊？如果没有拥有钻石项链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绝望。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也会给自己买东西，不过呢，只买500块钱以下的东西，免得第二天后悔。嗯，我知道500元以上的东西才会是男人买给你的，第二天后悔的就是这个男人。男人后不后悔跟我没有关系。我这个人呢，有一个毛病，首饰虽然很多，但从来都不自己买，都是男朋友送的。我跟你正好相反，我喜欢花自己的钱买新款式的。所以我们的人生是截然不同的。你要知道，再美的女人也是香皂，在时间大手的揉搓下会慢慢的变形、缩小、暗淡，最后就消失了。你呀，总是看男人的脸色讨好他们，最后文爵就会像香皂一样哗消失了。我呢，不用费劲儿去讨好男人，10天之内我的脖子上一定会挂一条比你这条更好的钻石项链，就是那串点点滴滴。不用逞强了，如果10天不够的话，我可以多给你几天的。我们走着瞧。
你先说。哦，我没什么事，你先说吧。哦，哇，刚才好像看见你们在吵架是吧？没有，就是这个文爵啊和小荣两个人在争吵，说是这个钻石应该等男人送呢，还是等女人自己买？嗯，那你觉得呢？我。你知道我一向认为女人应该独立自主的，所以如果有一天一个女人收到一个男人的钻石的话，原因只会有一个，那就是相爱。妹妹，我终于知道你的意思了。什么事啊？你一大早去哪儿了？花都变成这样了，你都不换一下？啊，我出去帮你买点东西啊。什么时候不能买东西啊？给我买，我什么时候让你给我买东西了？哎，你停一下！你没做热身运动就开始锻炼，这样会拉伤肌肉的。你要做热身运动啊，就这样运动，对，这样不会拉伤肌肉的。脖子、阿美、肩膀这些地方啊啊啊！对，你刚才跟我说什么？快递，我有东西要送给你。来了。哎啊！啊！哎，要那串点点滴滴。对不起，那款已经出售了。那再换一款吗？哎，好，亲爱的，何必换呢？既然你说点点滴滴是最好的，咱们应该等着他再来货嘛。像你这样的美女，不要委屈自己啊。怎么能委屈自己呢？这一款也是今年的最新款式，由意大利设计师专门设计。漂亮吗？哎呦，糟糕，我忘了上午还有个会，来不及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走一步。哎，威廉，再联络啊。臭男人，不就是一根项链吗？我文爵什么时候服过软啊？我就要这串，就是这个，跟我拿吧。文爵，为我服务，同时为我保密，不准你告诉王小荣和阿梅。真美，我爱你。你不要爱上我，我是个疯子。给我吧，你像花一样的热情，像红宝石一样的嘴唇。他给我蜜底味，酒底味。知道了，哎呀，行了，不跟你谈了。干嘛？心情不好不理我？
这也只不过是意大利设计师在全球限量发行的款式，国内只不过发行了三款，怎么样？比点点滴滴更加漂亮吧？嗯，天哪！哈哈哈哈！这项链是不是最新款？名字叫做《皇帝的新衣》。是啊。我的项链不见了，不见了！但是我觉得非常的美，是意大利设计师限量版，对吧？那都是芒种。芒种是清明还是节气啊？他是一个诗人。我从珠宝店出来，在电梯口碰到他，他给我朗诵诗，很美的诗。那他帅不帅？有没有气质啊？帅，有气质。哎呀，再帅有气质，你也不能在电梯里他背一首烂诗你就送给他项链吧。我没有送给他。我知道了，这年头当骗子也有专业素质了，又得帅又有气质还得会念诗。你难怪让他给骗了。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，就当支持那个文化产业吧。可我又花了不少的钱，卡里已经没钱了，只剩下20块了。别操心嘛，花的是人家的钱，也不是你的钱。就是啊，你什么时候那么心疼钱了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人家花钱又不是你花钱。对了对了，人家的嘛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不哭了哦。哎呀，不哭了不哭了，不哭不哭不哭了不哭了。怎么了？不哭了不哭不哭不哭。他的项链被人骗了。什么什么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小事嘛，对不对？不义之财嘛，咱们再找人给你买一个，买个大。什么不义之财？文爵的血汗钱。等一下，他是说那条项链是文爵自己买的？当然不是，是男人买的。是男人陪他买的，当然是男人买的，怎么能是文爵买的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不管是谁买的。那总是不容易挣来的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钱谁挣的都挺不容易的。好了，你不要再逼我了，项链是我自己买的，我每次给自己买东西都没有好事情发生，都是你，都是你逼的我，要不是你逼我，我就不会买项链了，不去买项链，项链就不会丢了，这是我这几个月的工资啊。小荣，呼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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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他的项链弄丢了咱就算了啊。哎呀，呼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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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项链丢了就丢了？你看啊，你都把项链弄丢了对不对？算了，那咱就别跟小荣，别小肚鸡肠的了啊。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小肚鸡肠了啊？哎呀，我就怕你太紧张了。没事，大家都是姐妹对不对？哎呀，那么一点小事啊。什么小事啊？这么贵的东西丢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三个姑奶奶哟，你们全肃静，真是的，文具绝对不能算完呢。喂，你还来劲儿了你干嘛呀你？我说你这次真是欺人太甚了你啊。就算我打赌输了，我倒霉。就是，你干嘛呀？你们全都走开！闭嘴！文爵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完。我告诉你，我最讨厌的就是打着诗人的旗号坑蒙拐骗的男人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要把这个流氓找出来算账。小荣。还是你对我好。当然，不要哭了，好了。哎呀，别在他们面前哭嘛。就是这样，文爵的经历就告诉我们呀，这世界上的男人都不可信，这十个里面呀，有九个都是王八蛋，只剩下一个，哎，就这一个还是个傻子啊！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啊？哎呀，很痛啊！对了。我买了个东西送给你。你干嘛送我东西啊？因为我爱。哈，我回校场的。阿梅，
吧。找没找到线索啊？什么线索？没有找到线索，你干嘛这个样子啊？啊，线索啊，没有，没有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跑步，跑步。这么多天了都没有一点线索，我看还是报警吧。不，我真想亲手抓住这个臭流氓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他会不会只是跟我开玩笑？我一直在想，是不是你中毒太深？我不相信芒种会对我做出这种事情。你不知道，他的眼睛有多清澈，就像最深沉梦境里的海水，就像童年时的天空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是亲爱的，你这两天已经练了几百遍了。他还跟我读很美的诗。我的心爱着世界，爱着一在一个冬天的夜晚，轻轻问他，像一片纯净的野火，吻着全部草地。草地是温暖的。这种幼稚的行骗方式啊，在电视的法制频道已经播过几百遍了。你们这几个女人是不是很久没谈恋爱了？一看到有人爱自己，真以为自己成了好莱坞电影里的女主角了，哼，做梦懂不懂啊？你们两个啊，把骗子压住。是。你呀，今天遇上我算是倒霉了。实不相瞒，本姑奶奶是珠宝专业的高材生，让我对你仔细的检查一番。走。什么？是真的？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别吵。还算你识相。是什么让你良心发现，把偷来的东西又送回来了？我知道了，我有两次生命，一次还没结束，一次刚刚开始。刚才的诗是为你写的。贾月 啊，真的啊！哎，真的，那我赶紧去拿冰块啊！小荣啊，快醒醒啊！你上次谈恋爱是什么时候啊？那还是我认识陈思维之前呢，那个时候我还是少女呢。那应该有八九年了吧？没有啊，下个月才七年。但是现在已经离婚了，我的初恋就是我们家陈思维。那时候他烫了一头卷发，还留着小胡子，穿着
袖子里有商标的西装，还有穿了一双运动鞋。我刚去美国的时候，第一次坐地铁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迷了路，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坐在地铁的出口。就在那儿，我碰到了麦克，他在唱歌。我本来是看不起我们家陈思威的，他约我去看电影，我在宿舍复习功课，后来他就在我们家楼下唱了两小时的歌。我现在还记得那是个冬天，往楼下泼了一盆凉水。麦克跑过来问我说怎么了，我就开始哇哇大哭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嗓门那么大，眼泪那么多的女人。唉，很久都没有感到有过怦然心动的感觉。唉，我都忘了自己是女人了。等有人过来说他爱我的时候，我以为是在开玩笑。你看文爵，他多幸福啊！他听到的是像诗一样的语言，全部都是真实的，绝对不是开玩笑。我看阿梅最幽默，公平地说，小荣也挺幽默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俩怎么了？看到他们俩这样，也动了凡心了？抗腐蚀的能力实在是太差，不就是一个自称是诗人的神经病，一个自称是美女的自恋狂吗？哎呀，你说谁呢？你再说一遍。文爵啊，你不是也最烦他吗？说文爵没关系，说我也就算了，我不许你说那个诗人呢。对，我今天说话就一针见血了，什么诗人啊，就是神经病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让阿梅相信我对她的感情。我没干什么。我没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哎，你奇怪了，你平常不是8点钟起床的吗？怎么今天9点钟起来干嘛？哎，我几点起床要向你汇报，那我每天洗脸刷牙上厕所要不要向你汇报？那倒不需要啊。搞什么鬼嘛。哎呀，大脑进水小脑养鱼的笨蛋，还是菊花。你够了，少弄点儿。哎，猪啊！不要说我给钱了。你什么时候给的呀？哎，文爵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文爵，哎，你的爱呢？本来我们能早点回来的，可是刚才去了书店，王仲拿了一大堆没有付钱的书，差点被揪住了，我好说歹说，所以就耽误时间了。阿姐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哎呀，别说话了。他拉着我在外面跑，他说一定要跑到地老天荒。我一看，天哪，我们都快跑到郊外了。他一直在嘟囔着诗歌，我真有点怕了。哎呀，怕了？你怕什么？太激烈的爱你受不了，你呀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，只有受不了的苦，哪有受不了的爱啊。对对对，牡丹，如果你抛弃了我，我将缩在床上像一只烟斗叹息成为灰烬。你从雾里来，穿过无人的院落，风扬起你的裙，你的微笑。诗人是用大脑工作的，你帮他擦干一点吗？对，要不会生病的。我帮你去倒热水，洗个澡吧。
今天批评我批评的实在太对了，梦中他太可爱了，太深情了，他会给自己心爱的女人跪下，我真的太庸俗。这就是诗人呐，眼睛里没有任何的界限，他的眼睛没有任何一丝杂质，好美呀。对，我最近看了诗集，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生命中的际遇都可以在诗篇里得到体现。好像飞着飞着，春夏秋冬昼夜永远不会休止，好像花雨里的乐园鸟，好像幸福里的云游，还是像永恒的苦役。阿梅，怎么了？我听见鸟和树叶的赞美，木锯的节拍，鹿的歌，蓝叶和拱桥弧形的旋律，风在大地的边缘低声的询问。不要问为什么我满怀惆怅，常常在欢乐之中却闷闷不乐，为什么我对一切都愁苦观望，对美好的生活却那么的冷漠。因为我知道在一个早晨，所有秀美的绿麦和花都会因为你开放笑容。忘记了，怎么没有告诉启山呢？他该给阿梅念诗，我几十年没有听过人念过诗了。我年轻时，启山爷爷追求我，也喜欢给我朗读裴多菲的诗歌呀。那也一定有老先生自己写的吧？哎呀，阿诺，还是你了解我，写得这么好，这么深情，肯定是启山爷爷写的，写得多么好啊！阿梅是个好孩子，他们这么做我心里真开心呐。哦，应该感谢诗人。哦，你就安排在这个周末为芒种举办那个朗诵会啊。好吧，那么你把这个诗编成册送给参加我们朗诵会的人。好。哎，什么诗啊？哎呀，我刚才真是的，我头脑发胀，我居然收下了余亮的礼物。你们在干嘛？有了有了，听听这句怎么样？我们写诗磨练意志，锻炼身体保护自己，锻炼肌肉防止挨揍。棒了，听我的听我的。永远等待墙醒来，有些叶子落在地上，最后留下的鸟，我只能说，石头投下了那么多阳光，石头仍然没有生命的迹象。哇塞，明白了，说你们家陈思薇呢？对呀，生命和爱情的一段终结。好聪明的小姑娘啊！你们有没有听我在讲话？我天打雷劈收了余亮的礼物。天哪天哪，点点滴滴，余亮为何有钱买得起？这是真的，
这不更得还给他？哎，阿梅阿梅，不要性急，送你礼物那是心愿，是贵是贱都没关系，你要不收才是奇迹啊。阿梅呀，你做了一颗心，你用火焰使钢铁跳动，你使巨人离开河岸，你真的是很狂啊。啊，师哥，女孩的宗教，姑娘的殿堂，女人的医院注射药片，而我永远是冷静冷冷的云，被拒绝在永远的角门。哇塞，偶像，好棒啊，偶像啊。我是牛奶，亲爱的，别用那种眼光盯看着我，喝下肚子，让你的心里留下一大段空白。算了，牛奶，甜的，白的，橙的，烦的。天阴了，天多云，天暗了，天雪了，我的面包烤熟了。就上班，上班回来，我再吃饭。嗯，哎，你长不长眼睛啊你？哦，哦，亲爱的女郎，请原谅我的鲁莽，我前来为你送花，表示我火一样的热情。不能刺激他，免得他又写出了好多诗。阿梅阿梅，多么幸福，雨亮是个写诗高手呢。哎哎哎呀，给我，哎呀，不要这个样子啊。雪山爆发，积雪融化，泉水在岩石的皱纹中喷出，飞溅的瀑布连接着天际的彩虹，我俩无需誓言，爱情自在山上的清风。这给你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，你们好，欢迎你们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来来来，好，好的。我把这个芒种的诗集啊散发到了附近的大学，他们呢都是中文系的学生了。各位同学都到齐了吗？到齐了。好，那我们演习一遍啊。好。一二三，芒种芒种，我们永远支持你，芒种芒种。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啊？没事，可能是隔壁酒店的王老板，他喝完酒第二天早上最喜欢和别人打架，昨天又是他妹妹的婚礼。我们是精神病院的319床，跟我们走吧。走。是这样的。哎，你们到底要干嘛啊？彩香放手，不放不放。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
别胡闹了，快放手吧。可他们是精神病院的护士。我知道他们迟早要来的。芒种早晚要回到医院里去的。这一生一世，像我这么庸俗的女人，能遇见芒种，和他在阳光下相爱一次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不想回去。乖，有我在这里，你不要怕，不要怕。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，始终没有长大。我从北方的草滩上走出，沿着一条发白的路，走进布满齿轮的城市，走进狭小的街巷、板棚，每颗滴滴的心。我在一片淡漠的烟中，继续讲绿色的故事。我相信我的天空。小姐，你可以下来了。等一下。护士长，那个诗人食指住在精神病院里，他是大师。如果你看到他的话，帮我签个名好不好啊？谢谢你啊，记着签名啊。没事吧？我的心爱着这个世界，爱着在一个冬天的夜晚，轻轻地问他，就像一片纯净的野火，吻着全部草地。记住，我心中有一件火一样的旗袍，高插在大理石的腿上。三百修大门，我用力拉低悬崖的帽檐，将一滴创的太平洋擦去。水电过五千啊。什么什么？怎么用得这么快啊？啊，什么人用的？风一般燃烧着的钞票正甩着风的鬃毛滚滚而去。浪费会心虚。